今天呢，愿利用很短的时间，徐汇。我那个时候在每天升旗典礼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用5分钟给同学谈谈话，就是让学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。读书不是光是为了读书，是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真正将来能够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类有一些贡献啊！不要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学生。